韩索罗外星猎犬不是 CG， 原来是真狗扮演的。星际大战外传韩索罗的票房表现并不特别亮眼，但幕后仍有许多惊喜花絮。比方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外星猎犬实际上是由真狗扮演的哦。本周星际大战节目 Star Wars Show 发布了幕后花絮，让粉丝对科瑞利亚行星一探究竟。节目中揭示了许多首作电影特效，例如科瑞利亚猎犬其实是由真狗穿全身戏服扮演的。根据 Wikipedia 网站，这些飞毛腿、大嗓门、凶猛的恶犬是攻击敌人与狩猎用的，但不是很好的宠物。星际大战网站写道，这只名叫 Saxon 的狗特别受训穿上这套莱卡戏服。 Saxon 也曾经在《冰与火之歌：权力游戏》第七季中扮演冰原狼，他雄伟的形象的确很符合角色要求。